魔术师。加速了。不是你魔术棒留着过年啊？不交？看见佣兵了，刚刚蹲下。等无人，应该还是佣兵过来救。你都能插个刀？僵尸，佣兵带修订机。虽说几天没玩，但是还不错。
有人平地跑是，不知道是干嘛。星儿，抽了个什么东西啊？ 丢一下，有开球过来了，贼的很。 黑妹，应该就来一个。
快出血！这一波，急了，应该这种还急了。膨胀，非要去抓这个黑妹，翻车了。 应该投铁去抓这个黑妹的，亏，闪跑了。杰克打黑妹太亏了，开局不能抓他，带个传送。 前锋，拿一刀就走吧。
那你别想走了呀，你这边皮，不该嘛你，开脚直接走啊！ 投了算了，出来投了算了，何必呢？是条暗尸。 Ha ha ha.
又抽了个球啊！我靠！天狼师和魔术师，小木屋，然后回教堂，找调香吧。魔术师万一开不了技能就麻烦了。急咯，不过无所谓。都不认歪了，那他就救啊，等你呢。感觉还是有点亏啊。
这把打的还是有问题啊，翻挂了。还好这个人没赶到大门，不然就输了。什么烂出现点这么远？黑妹不追，今天别跑了。上去撞我，导致平局了，这把就把他杀了。什么东西炸点了？你敢过来吗？你又不敢过来，过来直接把你秒了。这树不行啊！没种子，撤了。关键时刻没种子了，把前锋放走了，亏死我了。然后这边前锋能救人，他的大房子。
丢远一点。要修完了的。哎，按错了，按错了，按错了。他刀太短了，刀短了，我要烦死了。平了，我靠！散伙了，真的不行，那个刀太短了。
二楼竟然不能丢火！这火真不给力，恕我直言。 快出血！这把有问题啊，打不死啊，二级技能也没开。 到现在才二阶技能，就是因为那个闪现失误了，整局就崩了。
了，这瓜皮。反正小丑撞脸就无所谓了，他没推进器，然后没办法。哇，好卡！Hello。但下一波就是闪现了。精神，而且这个电机是真的牛皮，难不成先知和祭司是戳箱子去了？这破译加速度都出来了，还有四台。这什么队友啊？
啊，现在祭司在摸人，又没人修电机。我现在严重怀疑这个仙子和祭司两个人开局是手拉手一起去戳箱子的。 听见了，他捡到尸体的声音。 开球啊！这不开球都要二挂了，你球留着过年，等会又要被正手。哎，二挂了，真是。 黑车，黑车，黑车！这不是一百八二十二不修了吗？修他妈的不亮，他妈压舞台呀，我日！